砰的一声巨响，充电门面整个被炸飞，玻璃飞溅，门框脱离，气爆威力更让在一旁彩券行门口的无姓男子摔得四脚朝天。再看一次，当时气爆瞬间，男子整个人往后惨摔。但原来是当时气爆当下声音过大，加上宠物店门口被炸飞，男子吓得想逃，一个后退却让自己摔了一大跤。叫我两酒家。二楼有烟。气爆过后，宠物店二楼还冒着烟，消防员立刻上楼查看。由于热水器装设在室外，现场瓦斯浓度没有超标，为何气爆原因还有待调查。听到声音，东西就瞬间就掉下来了。目前说大约是二楼，瓦斯公司、电力公司，然后消防队目前都还没有看到有爆炸的点。累了一整夜，忙着清理店面，遭波及的还有对面商家。有人开枪还是怎么样？因为他们是有点突然很大声的爆了一下，爆了之后，他那个玻璃往这边喷啊。气爆当时，宠物店二楼门窗玻璃炸飞到对街至少8公尺远，店家员工还被玻璃碎片划伤，所幸没有大碍。只是好端端的宠物店为何会气爆？业者摸不着头绪，满头问号。记者姚立强、邵子阳新闻报道。